一二三，走。骑骑骑来吧，他这个辛苦你了，没事。今天亮哥的钱要直接转给我。这水挺咸的，有点面啊，有点咸，不冷。冷不冷？明天才知道。这水太浑了，浑了。半年多没洗澡，接这个戏就为了来这场戏洗澡。人在我。人在那个水缸，看你的画面就是要不要这个再靠近，再往低一点，再要低一点，对吧？对，你手机能调亮点吗？我。